这次选举一次下架蓝绿啦，吼！哎、欸，你不要乱讲话，哎、哦、哎、欸欸，支持中华民国，信赖台湾，我好好做台积。好，不过不论谁当选，哎、欸，总统大选后就是涨这些股。哎、欸，美国 CPI 公布了，美债反而利空大涨，干、嗯、呢？怎么会这样子？不会嘞。欸CS 涨后、欸、AI 和 IC 设计会涨翻天。欢迎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 free、哦、大家好，我是萧美琴 Coco， 我是赵少康泽泽、郭泽龙。哎、欸，来看一下。美国 CPI 公布，美债反而利空大涨。总统大选后就是涨这些股 ，CS 涨，呵 ，AI IC 设计涨翻天。哎呀，今天就很多人就觉得很好笑哈，很好笑哦。哎、欸，你已经上升了。啊，你是谁？我是萧美琴。你学的有像吗？我差点有一点点这样。唠几句英文嘛。好啊。是不是？嗯。美琴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and take the path。choose the right place。你连英文都讲不好，我怎么信赖你们呢？是不是？我宁愿信赖普拿腾，也不要信赖你们呢。那要那样？信赖选择，再一次，我要再一次。好，那你再讲一次。好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and take the right path。好，那、啊、你选猫还选狗？欸、我选猫啊、欸。这个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1994年的时候，你是不是说最乱的时代？我就是最好的选择，没有，我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不对？所以选择我嘛，我柯文哲嘛，不是。那我问一下，现在是选前之夜，我很忙啊，你找我来干嘛？就是你很啊，你们两个在那边讲的英文又不好，不要要、啊、信赖不信赖啊？这样是怎么样？我很忙，我选成之夜最好的选择，对不对？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好，我刚要去赶场了，好不好？你让我讲个话好不好？哎、哦，我觉得他这次演的不错、欸，不错、欸。陈燕老师，哎、欸，什么演？我柯文哲嘞、欸，不是不是，你我柯文哲嘞，你不柯文哲，你是黄伟哲，最好的选择。黄伟，对，有关于这一次哈，对你也可以。这个好，这个这一次的事情，黄伟哲不是这样演的，哦、不是这样演啊。好，那不好意思，我再回来，好好，不好意思，好。柯文哲，你要说清楚啊！选后联合政府，你到底要不要跟民进党在一起啊？你为什么现在连阿扁也说唯一选择是暗示你啊？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啊？下架蓝绿啊，就是最好的选择啦，吼！一定要给台湾一个最好的未来啦，好不好？哦，不要激动，那个这些都开玩笑的。我们请教专业的分析师告诉我们。不论是蓝单选、绿单选，谁会单选？还有选后概念股，好不好？第一个啊，外资出身的张宜成分析师，你好、啊，老师你好。哎、欸，这个总统竞选人好，这个大家好。我觉得今天很像在看这个全民大门国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好看至极啊。对啊，这个蓝绿白。对，这个蓝绿白同台，除了在这个辩论之外，好像就在福利社而已哦。就在福利社哈，对啊哈，今天的辩论精彩啊，好不好？你看我刚才还翻箱倒柜找衣服，找衣服找对找不到，找很久。你这件衣服是不错了，还不错哈、欸，有你的味道，有你的味道。幸好有我味道，有你的味道就不对啦，好不好？张宜成分析师老师的 LINE 小鼠 M168168， 外资出身的哇，学经历非常的傲人呐、啊，傲人哦。张宜成分析师老师的 LINE， 除了这以外，你可以加什么？就点我们的标题，手机拿直的，点标题后就可以加 LINE 喽。对，这边就有老师 LINE 连接了，好不好？好，加油一下，老师。好、哦，台湾加油。好、哦，台湾加油。玉华老师，你好，杨玉华老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首先我要先夸奖一下隔壁这一位，这个我觉得这学的实在太像了，真的太屌了。最台全台最聪明又最勤奋的啦。嗯，欸、好、欸，等一下，你再用一次，我觉得你学的比较像猴子。对啊，你知道猴子怎么样？你是在骂我模仿的那个人是猴子吗？猴子，你在拿屁股红？哎、欸，再讲我角色也不行哦、喔。没有、欸，我不要再讲了。哎呀，对啊，来。好了，我还是先夸奖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学的好像。我一看到他，我整个就笑喷了，真是喷掉了。那我现在还是要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今天有吃鸡排，大家知道是？好像没有人介绍到今天。对对对对，这是家乡鸡排，家乡鸡排、欸，希望大家可以返乡投票。对、欸，这个是回家乡投票，对，家乡鸡排，家乡鸡排，不论您支持哈、哦、蓝的，哎、欸、哎、欸，我们花花做代志，哎、欸，
你好好做代志，好好做代志、欸。你不是啊，你是你啊，不是啊，欸欸欸我是下人。是好好做代志，是是我，起码是我。我是 on the way， on the way， on the way。你就像迄个老马有无？吼、喔，都乱讲名字啦，吼、喔欸，是不是？啊、哦，这跟大家、啊，但是这个我们表演的不代表我们的政治立场，不是不是，好不好？你是吗？我是 Win 台湾 ，Win 台湾，好，小美请，好不好？那个要注意都要回家乡投票哦，民主就是尊重每一个人投票，对，支持每一个人，嗯、对不对？陈毅老师，你不要再怪我们了，好不好？我们其实我们这边这是要怎么样？气候哦，气科吧吼，讲清楚，来，气你啊！你干嘛？你不要一个柯文哲演的好像一个在。可达亚好不好？学的一点不像，你可以讲个话啊！事实讲话才会比较好，不能一直都不讲话哦。你这没有火花，不想理你了。玉华老师来，老师来，小鼠 ICH 九四八来，还有什么？还有加赖，好，记得加赖。加赖第三位就不要理他，演的除了动作像以外，政治内涵都不像的。来，谢陈彦，谢柯陈彦老师，你好，柯陈彦老师。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食物哦，啊不，哎。最近你们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已经开始用食物，阿扁，阿扁，哎，你们最近这个节目开始用食物在骂人啊，这个不错啊，哈、哦，你看鸡排啊，所以你现在是在暗示我很，是不是？哈、哦，我自己效应很，是不是？啊、哦，是家乡，对，好像有这样的，我拒吃啦，拒吃啦，家乡哦，既然用食物骂人啊，是不是？哦，哎、欸，这鸡排不错吃哎、欸，不错啊，好香哦、家乡鸡排吃了又好吃，马上返乡回家投票。嗯这个超好吃，你不考虑吃看看？啊、嗯哦，这个没有，结束过后再吃啊、哦，不然你就看到柯文哲今天晚上选前之夜不见了，所以睡着了，等一下会变这样，嗯，真的不讲话，模仿错手，好，所以要看一下，那我们很多啊，陈彦老师的来，陈彦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GP 五二零，你怎么不打那个柯P的 line 呢？哈、哦，哎、欸、，KP 五二零，哎、欸、也是可以 ，KP 五二零，哎也是可以啦，哎、也是可以啊，哎、欸，好吧，这开玩笑都没有代表任何人政治立场哦，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福利社三大保证：不推量小股票，不配合主力，不制度性行销，我们不会找那些很怪的股票，而且我们注意风险哦。我们福利社是专业有趣的，哪边比我们专业，哪边比我们爱吃的，好，是跟大家讲好不好？家乡鸡排蛮好吃的，好吃。不过像这种有加酱的鸡排，现在蛮多的啦。可是可算中高，算高水准的啦。对，油也没那么再炸。对，这是超肥的，超肥，好，热量超高，可是还不错吃，好不好？啊，请教来，所以我们这福利社三大保证。接下来看下个单元，来财经大头条，请伊森老师。CPI 公布后，反而美债反而利空大涨。对，我怕这个今天这集播出啊，这个柯文哲不排除提高。有，谢谢。他本来选票很多的，问他。啊，我今天选前之夜就办在这了，啊，好不好？好。绝对不像，哦，来，不会啊，像的。总统大选后就涨这些股。对哦，到底支持谁啊？我们先等下卖个关子，先看哪些股票。对，我们讲股票，这个不管谁当选，会有一些族群会动哦。对，才重点嘛，再看一下。好，那我们先讲一下 CPI， 昨天公布的这个 CPI。当然很重要，公布出来是 3.4% 哦，3.35% 啦，那这个算是大于预期，原本的预期是什么？是在落在 3.2%， 那克里夫兰的联储的预估在 3.3%， 所以基本上就是比预期高一点点，大概就高一点点。核心 CPI 也是哦， 3.9%， 跟这个克里夫兰的这个预估差不多，但是啊，高于这个市场预估一点点。好，但是啊，公布出来，哎、欸，美股是这个跌还是涨？欸、其实是。把这个跌幅收敛了、啊，开低走高。老师，我讲一下，这是3.4还是3.35？3.35，实际上是3.35，可是45路嘛，3.4嘛，是不是？对，所以老师好像其实没有差那么多，对不对？对，就是高一点点。哦，好。对，所以在昨天的这个美股的一个反应上面啊，算是就是哎、欸，先往下来做这个反应之后，哎、欸，又往上收了，包含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最后也是收红盘上涨的、哦。嗯，好，那今天晚上一样，在这个除了这个选前之夜之外啊。今天晚上9:30，其实有这个 PPI， 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那一样跟 CPI 是同样重要的，那会在这个今天晚上公布哦。目前市场预估是 1.3%，所以也是要去留意一下，说供给端的这个通膨啊有没有上来，对不对？如果两个都上来，那可能通膨还是会维持一阵子，但是如果 PPI 反而是往下跌的，那其实代表说三月份还是有很高的几率会会开始降息哦。
好，老师，我们继续看一下。另外一个在美债有什么先跌后涨利空出尽吗？所以就跟昨天的这个股市算是差不多啦。嗯、对，就是有点这种利空出尽的一个位这个意味啊。所以在美债来讲话也是先杀后拉，然后呢往上走。所以你会看到说低点反弹啊，也是出现涨了 0.68%、嗯。所以反而是说，这边先开低，先反应，长一根呐、啊。对，先反应之后，这边再慢慢拉上来、嗯，拉上来，拉上来。陈老师应该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老赵啊，你怎么跑到股市来了、啊？你今天选前之夜，你没有赶快？重点是你要回答我问题呀、啊，是不是？我们选前之夜告诉你，就是要弃科保核嘛，是不是？我们好好做台积，我们好好做这个事情。这个他有讲台语吗？我也忘了。会哦，会哦，他高雄、啊哦，他高雄全程讲台语。这个政治策略我比你还多是这样的、哦、其实是这样的、这要不要弃啊？要不要保？我觉得都可以的，都跑都可以哈。好，要不要跑都可以吧。重点是鸡排不能吃啊，不能吃是不是？好，等一下股票都问你，你再用柯文哲来解股票一下，是好不好？我看见你快要已经那个是这样山穷水尽了，好不好？好，老师来，我们来看一下。好，真的是很有趣哦。好，那这个 CPI 公布的前后，在这个 Fed Watch 的几率表，也就是说反推啊，一月份跟三月份会不会降息的这个几率啊，也出现一些变化。但是跟 CPI 公布出来的数据其实。这个变化算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 CPI 是大预期嘛，照理说这个降息可能这个几率往下走，但是没有哦。你看哦，这个三月份这个降息的几率在公布之前啊，那个时候是 68.9%， 对不对？但是公布之后，通膨看起来比较高，但是啊，这个几率没有下降哦，反而提高，来到这个70%以上，然后能提高嘞，对，提高，所以降息反而是不减反增，就是要降息的，对，所以真的是有种利空出尽了。对不起，我刚才太激动了，这不太像赵少康，这就是要降息，大哥，这就是要降息了，有像这个赵少康吃饱了，要优雅一点，这就是要降息了，要优雅，而且有点傲气，优雅，这要降息了，你是不是这样说？哦，是要降息了，是哦。我不知道要演什么你不用演，你现在就演，我想是这样子的、你要演哦，要这样子，他演的比你像哦，裤子拉高就好，要拉到肚脐、拉一下，你有没有看到 Coco 帮他拉，江美琴帮他拉一下，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观众就想看这个而已，对，来，好，所以降息是这个几率上升，是三月份哦，可是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下 ，FED 官员何时降息看法不一哦？看法不一，至少降息成定局了，是不是？我觉得成定局。那成定局，那我问你，虽然是成定局，可是你说老实话，那成定难的事情你要怎么交代？对，那成局呢？成局呢？成局是成局，你还该水是啊？哦，你卖你讲成定难哦，够成局哦。以前有做成定局哦，这成定难跟成局有做成定局哦。OK， 对，怎么看？这个最近好像都没有看到花妈，我是蛮好奇的。花妈，对，好像没看到。再一次，花妈，怎么看？花妈，你也会？我突然想不到他。花妈，你不是那个？花妈，不是那个小丸子，不是那个小丸子吗？不是那个花妈，不是那个花妈，花妈，哦，不是那个花妈，对，不是花妈，是陈菊花妈。太好笑了吧？乱讲。当然也是因为他像的关系啦、那另外一部啦，扯远了，好了，回到这个官员的看法，对这个官员的看法来讲的话，第一个在这个他说了这个十二月份 CPI 当然是符合，因为就差一点点而已。那这个通膨也是什么走向这个2%回落的这个轨迹啦，所以也是有考虑要降息的，这个是有投票权的这一位这个银行总裁、另外一个在克里夫兰的这个联储一样有同胞有这个投票权的。他反而是讲啊，三月份讨论降息是为时过早，他还是比较鹰派一点点。但是啊，这个几率反推也告诉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基本上降息超过70%的话，是真的是有机会发生的。是，好，真的机会发生哦。对，又会变身啊。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来，老师为什么涨为什么跌32点？好，你自己说这个是不是到底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故意下跌恐吓？恐吓我们选民一定要支持民进党，还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跌32点？外资空单还增加那么多？您说为什么？来看外资空单。好，今天这个解盘的压力比较大，压力比较大。老赵，你这样子是借选哦，你这样有借选的嫌疑、哦。什么介入选举是不是？我没有借选。再讲，我要吃 miso 汤，我要来个 miso 喽。
好不好，老师？好。第一个应该是卫星的意思，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是子弹的意思，子弹的意思。手机响，手机响，手机响的。那一天我朋友说越南上空啊，我很紧张，我想说他怎么知道我下午要去越南上空？对，要去看上空五啦。好，他去越南看上空五啦。对，你看，听说有人没有收到讯息啊？嘿，就是我，我是边缘人，怎么这样子？是不是？那你很适合边缘运算。你们民进党是不是故意把我排挤在外？是不是你这种排挤在外什么用？联合政府，我先问你，柯P，联合政府，你到底要不要把绿营排挤在外？老赵，你冷静一点，好不好？哦，你这个年纪还出来选，不容易了。已经不容易了，你不要太激动。我就是为了中华民国，好不好？等一下我裤子松了，我把它拉高一点。中华民国不要这么激动，你不要那么激动。中华民国，你选举是那个几十年前的事情啊，不要老是拿你讲买房子的事情，拿买房子的事情出来讲。1994年，有我们这一代又这一代，好不好？30年都不大，我们联合政府一起来搞一搞，好不好？来，今天不是要讲股票吗？来，老师，到底为什么空单那么多？为什么？好，是不是民进党在想什么？对，这个很绿嘛，对不对？你看绿的越来越多啊，很绿。哦，这个已经揭晓了，啊，这揭晓了啊，已经揭晓，好不好？好，来，我空单多了，对，讲这个，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啊，对，我们是演演的，不要觉得我们怎么样哈，没有代表我们任何政治色彩，不要把我投射成这样子，我们是很尽力的演员，好了，好。那真正那么多怎么办？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大选，基本上外资其实包含这个 CNN 啊，在这个早上也发布一个新闻哦，说台湾的这个选举基本上会改变一些局势哦。所以我认为外资对于台湾这个大选基本上其实是还蛮紧张的。是，那紧张要干嘛？紧张当然要去避险嘛，避险去保护说他们在这个台股现货当中已经买了部位了。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礼拜，对吧？就是在这个礼拜，你看。这个空单啊，又重回到20000，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来讲话，算是近期的一个高峰哦，26000口哦。就是因为选举，没有别的了。就是因为选举，没有别的。好，所以那你觉得选后会不会回来？会回来，一定会回来。就基本上说，你在这个下个礼拜一，开盘反应，不管是往上跳啦，往下跳啦，基本上这个空单啊，应该说避险的部位就会慢慢减少，因为不确定性就过去了。啊，不确定性就会过去，就过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所以在这边你就有机会拉起来了哦。对，所以你发现说选权的这个一个月啊，真的是比较震荡，比较震荡。那我认为这边来讲话，不是说这个国际股市不好，或者说你看像这个辉达系列在创新高嘛，那大盘台股来讲在这边做震荡，基本上就是选权的一个不确定性啊，大家不想要太冲，对不对？量能你看2700亿。也是不到，之前还有这个2600亿不到了，所以你会发现说这边量缩震荡，我认为都是算正常的情况。好，谢谢义诚老师告诉我这些。那玉华老师，你今天感觉比较话比较少，对吧？你不能之前我们这边福利社你赢了冠军，就是赢了这个怎么样嘛？那个什么，那个趣味竞赛的冠军，你就不想解股市啊？年轻人不错，你赢冠军了、啊。因为那个谢陈彦不是很厉害，因为他卸掉了，那个谢陈彦就是训掉了，就是你对手很差，所以你把他干掉了。对，因为这不是对手。那你要不要来我的团队啊？我现在团队太弱了。那个把那个谢陈彦干掉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哦，那个真的太简单了，完全非常简单。我就是谢陈彦，你就是。你竟然在我旁边讲我的话？没有，但是我瞬间变好，不是？是。我跟你讲，我们如果以后单选，我联合内阁，我一定找不认识谢陈彦啊、柯陈彦、柯文哲，我都找你来入阁，好不好？来，那怎么办？等一下，你可以让我柯家燕，柯家燕如果能入阁，我第一个让他当那个当财政部部长，好不好？来，那刚这个应该当公关比较好啊，公关都可以，你不要物化女生嘛。没有，这我觉得好，没关系，我们还在解股票。对哈，今天两位的分析师怎么讲都不对哈。不是，我觉得你知道我从头笑到尾，你知道我很难讲话，你知道吗？这个真的太好笑。来，您说一下来。那大盘的部分，我也认为下礼拜选后过后，基本上台股会落后补涨。为什么？其实昨天道琼指数是早上是有在创历史新高的，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是创新高，然后大家认为说 CPI 的数据或那加上联准会官员出来讲话，所以稍微有一点压力。可是尾盘走上去，那个走势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加上其实美股那几大科技股的走势啊，不管是辉达是那个还有 SMCI 美超伟走势都不错，所以我认为本周台股就是因为选前大家有一些变数存在，所以稍微会有点担心，稍微有点紧张。那选后基本上就回归正常的走势哦。那根据统计啊，其实选后前后五日啊上涨区域大概67%，然后20日上涨区域达到100%，所以其实选后行情基本上不会太差，会有落后补涨的效应，给投资朋友做参考。
因为老师没关系，你慢慢不要紧张哈。刚才讲的这个，你觉得还会再涨就对，是不是？对，好，谢谢玉老师哈，一直老师来，我们都很亲切，我们这些政治人物都很亲切，很入戏，我们都是为国为民啊，好不好？对对对，因为我压力很大，三大巨头真的在这个地方，没有关系，老赵真。如果最近讲话比较恶心了、啊、如果而且这个也、啊、这个很老赵很犀利、啊，他去了几个学校，超犀利，他的母校啦，对啊，我觉得他讲话很犀利，很犀利，是不是？哦、嗯，变得讲话有点恶心、啊。我去演讲，我又没有介入校园、嗯，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全程直播？嗯，是不是不公平嘛？司法破坏、哦，我们撕我头发没有、哦？司法破坏、啊，来，老师，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也看过了，那外资应该也看过嘛，卖超小幅外超嘛，对不对？哎、欸，说错了，是外资期货卖超，外资买超、嗯，老师怎么看呢？好，我觉得更重要是在投信，投信已经连续十天站在买方了、哦嗯，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说，去年最准的这个其实就是投信的一个操作嘛，哎、欸，这个底部封，哎、欸，这个嘛一直买一直买，然后后面涨2000点上来。对吧？这个投信啊，嗯、上礼拜有讨论过，嗯，对，在这边买，然后呢，哎、欸，涨了2000点上来，所以目前来讲，投信也是连十买啊，所以我觉得投信动作是比较重要的，哦、后面有先下后上的行情。有我赵少康，我有看过老师您解盘、哦，是吗？真的是，还有记得说，嗯、没关系，没关系，记得投我一票就好，好不好？哎哎哎哎！这些有，拉票拉票，听得出来，拉票拉票。我看萧美琴惨了，萧美琴今天话最政府，对啊，你要加油啊！今天话最少，加油，最像，然后话最少，加油好吗？他有美德就可以了，他有美德就可以了，你不要变成变成挖屏的，你外表就好不好？哦，一定要投我们的，再不演会输。萧美琴再不演，你会被编文化。可是他要演什么啊？再不演你会输，讲个英文也可以啊。好的，你可以去开车啦，你可以去再看谁去兜风啦。好，我要再伊诚跟玉华老师跟我一起去兜风好了。好吧，他讲不讲不讲还不越讲越不像哈、哦。所以我们所以这个外资买到27亿，谢老师说下礼拜有机会涨。对，投信一直买，一直买哦。对，那时候我有作证啦，您说投信一直买，对不对？投信一直买。来看一下刚才那一页，投信都是买在低点哦。所以你不要觉得现在17000多点是很。高、哦，它是低点哦。如果投信的买超思维来看的话，是投信卖的时候还是高点？好，我们继续看，来。好，那再来来讲，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嘛，国安基金退场之外啊，哎、嗯欸，这个大赚20%，它公布的这个报酬啊，哎、嗯欸，基本上算是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投信算是异曲同工了。当然，投信是买更多，因为一直买一直做下去嘛。嗯、那国安基金公布了它报酬20%。好，那另外一个这个国安基金退场，但是啊，选举行情，刚刚玉华老师就有提到，我们刚刚讲了，哎、欸，前面来讲是比较震荡的。但是后，哎、欸，就是说这个大选过后不确定结束之后，有没有发现啊？几乎都是上涨啊，2000年到上一次2020年，嗯，对不对？那上一次2020年，我认为算是特例，对不对？因为那一次是疫情啊，你觉得是大选影响比较多，还是疫情影响比较多？嗯，一定是疫情嘛，哦、因为美股也在跌嘛，是。所以这个后20日啊，我认为这一次算特例啊。你如果这一次啊把它删去不看的话，全部涨哎、欸。嗯，对，大选完20日全部涨、欸，哦，所以大选完都是涨，去掉这个天灾，对，哦，对不对？对，那你把它包含进去也没关系，上涨几率一样有8%以上、嗯、所以平均涨幅也很可怕，有4.6%、欸。那老师，我想请教你，如果扣掉这2%多，那有可能就5%以上，会更高，就5%以上，就可能接近5%哦。所以20天等于大概一个月内，哇！涨了大概差不多800点哦，如果用台股现在涨幅来看的话，800多点，那很夸张哎。对、哦，所以我一个小结论就是说，这边其实不管谁当选啊，不管是这个蓝嘛，这个绿，哎、欸、白，这个谁当选、嗯，我认为都会有这个上涨的行情。那只是涨的族群可能不一样。我真觉得你真会投资。镜头没有 take 我。因为我讲的比较重要。老师，那如果真的你真的会投资，我感觉如果我们这个国民党党产解禁了以后，解冻了以后，你帮我来投资一下好不好？哎，好，好，好，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最重要是谁会当选？对，谁当选好像都不太重要，重点是你已经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对，谁当选？那社会族群你准备好了吗？啊，我准备好了。好，你这个哦，你谢谢你帮、欸，谢谢你帮马英九那个搭票啊，这是他的竞选的那个哦，是吗？对，那竞选的广告，2008年竞选广告。OK OK， 老师 ，I want to ask you question。哎呦 ，See the 字卡，and the three 党 ，They have both 绿能。嗯，if 什么啦？
一夫啊，一夫二妻啊，哎、啊，一夫二妻，一夫二妻，二妻啊，他也可以接受一夫二妻吗？可以吗？您可以接受吗？可以吗？请告诉我你的证件是吗 ？No no no， 你的证件是一夫二妻吗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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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一夫一个字几个字？不是不是，你旁边你明确一妻二夫，爱夫爱夫爱夫。IF 对，爱夫及乌。哦，好，你让他讲完。IF IF Monday 利多出境。If I have 绿能 stock, I go away first。我需要翻译吗？因为你外资出身，可是大概懂了。我要翻译给那些，好，我要翻译给那些那些不懂英文的人，啊、是，好不好？他的意思是说，他如果哦，如果你他今天晚上能够，那你能不能？不是，下周你能不能 ？No no no。那如果就是说你很大力的话，到底会不会他觉得不，就是到底要不要进场？I need to change chess later。狗耳位在哪里？Change。狗耳位哦，就是说如果你不有大力的 hug 抱我，他叫狗耳位就走了。哎、好不好？是这个翻译啊 ？No，、不是，那就是说 chess later 绿人概念股，绿人概念股已经有人先进场了，会不会利多出去？会不会利多出去？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压绿人呐、啊。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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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所以你看这个民进党啦、民众党还有这个国民党，其实都有一些绿能受惠的族群哦。谁当选会不会礼拜一利多出境、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说会，可能会先开高，不管哪一个这个当选啊，所以你开高，你现在手上有的，你给他压这个行情的话，我认为你如果在下个礼拜一你手上有这些股票的话，有看到开高有赚钱，你可以先跑一趟，然后再观察说，震荡之后，有没有一些比较止稳的一些迹象？因为啊，我认为啊，这三档不管哪个当选啊，其实解决缺电、解决水资源都是这个。台湾后面继续要继续做的一件事情，继续做的事情，对、是不可能停下来。所以为什么这三个这个族群都有所谓的绿能重电，其实都是目前台湾企业面临到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老师，那我们讲一下，你讲就是说绿能重电嘛，绿能来看一下，华城，华城，好，我们今天选三个华，对不对？因为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总统，中华民国，对，所以中华民国不能灭亡。是不是裕华？裕华，裕华，对对对，好的，对对对。但没有裕华这档股票，没有裕华这档股票，我们选这个华城，吓死的，吓死的、哦，是吗？要选下次只能选，现在只能选裕华而已啊！哈，华城1519，中华民国就像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城堡，好，要保卫这城堡，是不是？是是是是，对对对，第一个华城1519华城，好。它当然是所谓的充电站啊，不管是在国道上面，未来的这个加油站要附设充电站，其实都是目前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一家公司哦。那当然它也有受惠到之前台电公布的这个强韧电网计划。那目前啊，它已经公布了去年营收是创历史新高的哦。那今年营收2024嘛，要再挑战双位数成长来。这个以一个重电族群来讲的话，这个营收有双位数成长，在今年又要再实现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动能哦。所以为什么它股价在去年，是很强的？那在目前来讲，整理大概一个半月之后，这边又悄悄上来了。所以下个礼拜，我认为啊，真的是有机会来挑战这个历史前高。而且老师，这个在轻轻松松，好像轻舟已过万重山哦。真的，对，这是华城，下一个中华民国一定是巨大、巨硕、坚毅不拔的华硕。好。中华民国万岁！你先准备下一个，下一个，华航，华航，我还在想，你等你一下，对，你先准备一下，一下好，好，谢谢你。第二个华，第一个一个华，华硕，好，华硕当然就是 AIPC 嘛，其实目前 CES 展上面，待会儿又谈到嘛，所以现在是如火如荼啊，在公布新品，其实。我认为这个目前 AI 啦，或者说这个消费性电子是很兴奋的，因为现在很多新品真的是可能是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哦。那当然未来还有进一步的变化。那以华硕来讲，之前有这个库存问题嘛 ，NBPC 都是比较不好的。但是经过近期的一个表现啊，再加上明年伺服器啦、显卡啦， 2024年要返回一个成长的一个路径哦。所以这边冲上去500块之后休息一下，虽然最近啊这一天啊有跌到月线。对，附近，但是如果能够快速再站回来，我认为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说，这档股票，对吧？拉回到月线以下，可以把握机会。下面我故意放这个什么大户持股，你会发现600张以上持有华硕的这个大户啊，你看比例不断在增加，而且在你看下滑的过程当中，这些人也没有跑，是也没有跑。所以第二个华硕。AI 有关的，好，谢谢。第三个华，第三个华，华航，中华民国就像航行在大海上的航空母舰，屹立不摇。华航也像华航的飞机一样，翱翔于天空。
华航，中华民国万岁！非常好，请问你，请问你，蛮好的、哦，非常好，请问你，美琴，美琴，为什么你说中华民国是个灾难？中华民国万岁！台湾 is win 哦，台湾 is win， 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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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你是美琴吗？我是美琴的山寨版。好、哦，山寨版，来，你那个山寨版是这样的、啊欸，都会有一点缺陷。外资出身的，你如果这种英文能在你外资会吗？我觉得他在美国应该生活不了，生活不了，好不好？好、哦，来，华航。好，华航，那华航真的就是跟国民党比较有关系一点，因为是。假设哎、欸，这个所谓的这个国民党这个候选人哎、欸、当选了，那当然在两岸的经济关系啊、贸易关系，当然就是会比较活络一点嘛。嗯，所以两岸能不能再重启过去的一个这个什么这个观光上面的交流，那当然就是会落在这个华航的股票股价反应上面的。所以以这一档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在这个观光两岸开放的话，会是一个额外的利多。那当然，在它原本的利多，它其实在去年呐、啊，2023年。对吧？就是刚过完的这个营收啊，它是破纪录的、欸，对不对？在疫情过后，它的营收已经先行破纪录了，所以它基本实是，哎、欸，这个应该说基本盘是不错的，今年可以哎、欸、持续在有一些转单效应啊，像近期的这个鸿海危机啊，其实有一些就走空运的，那所以在这个这个竞选结果，对吧？如果是这个国民党胜利的话，那真的会有一个庆祝行情、喔、好，谢谢老师，好不好？谢谢老师，哇，你看他滑，他已经暗示他的政治倾向了，三个滑。是不是？就告诉你，他最喜欢谁，你知道吗？他最喜欢的是杨玉环。好、啊，没有，应该是最爱中华民国。最爱中华民国，中民國中民國最爱中华民国。你看政治的意味已经明显了，太明显了吧？然后做台籍，是不是？中华民国啊，中华，你也支持的、哦、啊？那中华民国是不是灾难？中华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是不是灾难？嗯嗯嗯、啊，不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啊，不是不是，好好好，医生老师的 line 啊，所以啊。小老鼠 M168168 或点我们标题有连结，还是强调一次啊、喔，你们不要入戏好不好？不要入戏哦、喔。我们那个不代表我们支持谁，好不好？都没有哦，都没有哦。等一下啊，我再变回来了哈、喔。来看下个单元，热门我最贴 M31 跟中山老师哈、喔、M31 来先跟你称赞一下、啊，你这不错，以后这个胆场哦、喔，我真想交给你来照顾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啊、哦，来这边有没有看到你这个股票？那时候讲的时候，12月29号嘛，嗯，那时候股价多少元？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时候股价1060，老师今嘛哇追啊、哦，对，已经20天20%呢，真厉害。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股价，涨到1280了。嗯，所以这个 M31 啊，我们在这个去年的最后一天跟大家讲说，它在这个元月份就要开始解禁出关了。会有补涨的一个效应，哇，真的就是一天一天、一周一周涨上来哦。所以在这个今天来讲话，收在今天最高点，也是历史新高哦。所以这个 M31 也就是代表 IP 细制材嘛，所以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这个 AI 晶片，这个晶片当然就是最核心的，走设计这一块就是细制材相关的。所以在这个 M31 啊，在出关之后，真的跟我们讲的一样，哎、欸，来做补涨效应了、哦。所以我认为在下个礼拜都还会有这个哎、欸、在往上攻的一个空间哦。所以这个是第一档，第二档的话在1560中沙。中沙来讲话，在下个礼拜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就在礼拜四就会召开了，所以在近期其实真的会有一些那个 IC 封测啦，还有这个半导体设备商啦，像中沙就是，所以目前来讲话，认为在今天中沙其实盘中197元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所以虽然今天大盘还是有些压力，但是这些股票、啊、半导体族群其实表现都还是不错的。下个礼拜法说，哎、欸，台积电法说会的前后啊，基本上都还是有这种押宝行情的空间哦、喔。好，这中沙好不好？你看。又中又滑，我怎么觉得他一直在跟我调情啊？是不是？你看他平常都不跟你调情的，小美琴你也不调这个情，是不是？结果你看又滑又中沙，你看 M 三一的，三号、哦、第一名，哎、哦欸，你在搞什么？你看三一就是没有二，你这样子，我跟你说真的，你要是这样子这么支持我们中华民国啊，执政当选怎么办？那个 M 是那个 minus 啊。哦 ，minus 三减一等于二嘛。哎、欸，哎、欸，哎、欸欸欸，这数学不错哦、喔。一二三，一二三都有了。M 三一的意思，那你看三 A B 呀，不要投三号，投一号啦。气候宝科啦，气科宝猴啦。哎呀，气候宝科啦 ，M 三一啦。你们别吵了，我们会赢。
你会赢吗？对，然后再讲一次，台湾什么？台湾 is 台湾 win， 就意思了，意思然后 add 出来哦。台湾 is over， 不好意思哦，两个动词不要一起出现哦。台湾 is over， 对，不要断动句了，好不好？其实我在医学院教书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念书也是第一名哦。很多学生会两个动词一起出现哦，这不是很好。我报告拿起来我就丢过去了，丢过去，我跟你讲，丢过去了，我都哭了，我跟你说哈。陈情跟广达，秦城跟广达，没有关系啦，不要怪老赵啦，不要怪老赵啦。M 三一，他今天临时来客串。不是，我学医，我学灾，尤其你这边外资的分析师啊 ，minus 三一，名叫是三，应该是三 M 一啊，他居然可以 M 三一变三 M 一，那我陈情跟秦城也差不多嘛，哦，来，老赵你不要再硬凹了，好不好，老赵？好，来，我们现在看一下821的秦城哦。那秦城是伺服器机壳大厂哦，全球市占率大概13%哦。那因为它目前切入 AI 伺服器切入的非常的早，所以第四季已经放量出货。那第12月份营收18.1亿元哦，是创下历史的新高，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第四季营收也创历史新高，整年营收也创历史新高，基本面非常的扎实。那以今年一整年来预估来说的话，去年 EPS 约7块，今年啊，在伺服器啊的成长需求持续看好之下，而且啊，因为 AI 伺服器的毛利率上升哦，今年有机会挑战13块，大幅成长80%哦。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本周就在一边箱型震荡整理，前面那个高点哦，下周啊等选举过后，行情补量一上来，这张股票是率先有机会喷出去的股票，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管达老师，帅哥怎么看？好，接下来中华民国的华，对不对？对，我是第四个华了，玉华了。第四个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广达啊，广达部分啊，其实大家就很耳熟能详，就是老 AI 嘛，广达、伟创跟技嘉。那其实广达今天的现形，你可以发现哦，这三天其实大盘在那边箱型震荡，就呈现一个小区间做震荡整理，可是它已经慢慢的已经冲出去，今天股价是创下近3个月来的新高。那它主要题材大家应该都知道，就 AIPC， 它的 PC 的占比大概约占营收比例约45%，所以它 PC 比例是很高的。然后加上还有 AI 伺服器的题材，今年哦，整个营收看起来也是会呈现双位数的成长，所以在多重题材加持之下，以去年来说的话 ，EPS 预估大概是9块钱，今年预估大概是13块的实力，所以这档股票在基本面这么扎实，刚好整理到这个时间点哦。我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哦，大家不知道还有印象啊？帮我切周线哦，周线的 MACD 下面指标切 MACD， 它的周线的 MACD 本周是第一次翻红。我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 ，MACD 第一次翻红至少会有8到12周的行情，然后加上啊。它从那个去年7、8月的高点280几块拉回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季线也前两天已经正式翻扬向上了，所以这个时间点这个价位非常的物超所值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广达的部分。好，那我再补充一下，因为经常讲到广达，那伟创一直插来插去呢，插，对啊，这有什么梗吗？没有梗哦、喔，因为今天梗实在太，你这么多梗吗？因为今天梗实在太多了，我已经多到有点到底混乱，到底今天是。什么节目？来，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顺便看一下伟创。其实伟创3231伟创一样，跟广达现形很像啊，一样是整理一段时间之后拉回底部，越打越漂亮。然后季线现在也正式翻红，加上一样，大家可以切一下那个 MACD 的周线，好看一下就是MACD 的周线现在也是第一周的翻红。所以其实整体来状况啊，其实选货我认为这些广达、伟创、技嘉大家都可以持续留意啊，因为美股来说的话，辉达股价已经连续4天创历史新高，加上 SMCI 股价也是创历史新高，整体的状况表现都不错的状况之下，下礼拜啊，这些相关的族群大家是可以值得注意的。好好，玉王他偷渡，是不是偷渡一档哦？好不好？不过至少说这些比较之前老 AI 看起来有机会喷出，好不好？另外一个陈老师，长荣啊，不对，科P长荣，还有信心。你今天晚上听说要在长荣基金会前面的广达，开达歌坛大道，好、哦、办那个选前之夜哦。长荣基金会前面在凯达，就是凯达歌坛大道。老师你怎么看？你今天不是找我来专访吗？对，结果要解股票，我没有准备。不是，我要偷渡你，那你不要去选前之夜。我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哦，那好，好了，柯文，是，不好意思，我请我的助理谢陈燕来跟他。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节目太不用心了，你看，到现在我都看不到远方，你看。对啊。怎么给我一只这样子的眼睛？好，赶快。好，其实长荣是这样的哈，不是，怎么也是这样？你刚不是说助理谢陈燕吗？没关系，那就是柯文哲解股票。没有啦，其实长荣是这样。没有啦，是这样说啦，是这样说啦。其实最近因为
突然之间拜登又跳出来说啊，怎么样要这个去教训一下也门等等了、啊、所以运价又冲上来，也确实啊，这个礼拜这个运价指数也涨了这个15-16%左右。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大家在看长荣有没有感觉，就是一直跟着这个消息面上上下下。但是从看长荣不准哦，我帮我切一下阳明好不好？帮我切一下阳明。如果你去看阳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在消息面的影响反而受惠没有那么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下面切一下投信，你就会发现说，长荣还有买盘，是因为它还在高股息成分股。但是你看阳明投信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买盘。嗯，我觉得这比较能够反映出海运真实的状况。所以接下来当然，短线的这种消息面影响还是会刺激运价的上涨，长荣相关的股价上扬。但是我认为逢高好不容易有机会，如果能够再往上走、哦、把它做一个减码，因为坦白说了，农历年过去以后就进入海运的淡季了、哦、我会比较平心而论、哦、谢谢科这个我不会有任何的要各位弃长保阳或弃阳保长这种效应、啊、好，没问题，好、哦、不要弃长保阳或弃阳保长，弃阳保长两个都弃、嗯是不是啊、哦？来来，好，那再来，我们来谈一下讯芯啊，吼。那基本上呢，讯芯各位可以看得到，虽然我看不到，但是你应该看得到，吼。就这个股价整理过，连续这几天，柯文哲你好，哎，如果你都看不到中华民国的未来，啊、中华民国怎么？这个我很早就说过了，吼。我们已经看不到台湾的未来。如果你没有选择我，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哦。我选择了，你看得到台湾的未来吗？不是只有美德就可以带领台湾往前走哦，是，好不好？好、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讯芯，好不好？好、哦，你看股价整理过后，这几天上来，当然有一个很重要，其实也是我今年非常重要的关键字。边缘运算，我大声喊，你听到了吗？哦，这个很重要哈、哦。你好累，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一直人格分裂？怎么人格？一会要陈彦，是，哎、欸，然后一会要柯P，是是是，哎、欸，一会要、欸、治理台湾不容易啊，本来就有多重的这种角色啊，哦，欸、这个很重要。你要这样讲，边缘运算，你说台湾的地位就很边缘，哎、欸、呀，对，边缘人呐、啊，所以要边缘运算，哎、欸，你这样讲不是这个是不是？哦，是不是？哦，欸、有没有听到啊？然后来一下这个边缘运算，再拉起来，好，再来。而且我知道柯文哲老师，你最近很常模仿一个谢承彦老师啊，是是，谢承彦老师他是很讨厌，而且他一直用别人大量大量，老赵一直假冒哲哲来留言啊，对，我说有没有听到，他就给我第一个喊说他听到了，我说我靠，我话叫多少声啊，哦，我靠，话叫多少声，而且假扮雄鹰哦，那个哲哲对谢承彦假扮雄鹰，台湾一定赢、哦，是不是這樣？好。那因为那个陈彦老师，他常模仿哲哲，他常用哲哲梗，那用大人有大量、欸。我没有模仿他，我完全 copy 啦，哦，是不是？哦，copycat 哦，最近的大人的大量股、啊，大人大量，哎、欸，真的有大人大量，大人有大量真金啊，真的。什么叫大人有大量？你解释一下、欸。好，我跟各位讲哈，基本上是这样哦，你千张以上这个叫大户嘛、嗯，那我们用更简单讲叫大人，因为他有消息来源，有讯息来源，又有资金、嗯。如果他已经领先布局，代表他对这个股票的未来有强大的信心、嗯。那当然，这个量要买够多、嗯第，第四大法人还要买够多、嗯，量买的不多还不算什么。嗯、那买的够多，代表他整个押宝下去，押宝台湾的未来很重要。所以大人有大量，对，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也是同样的是大人大量啊。好，那加上他鸿海转投资 CPO 啊，矽光子的题材。大家持续注意，好不好？这个等一下我要去这个凯道了，好不？然后先来照好、哦，先来照、哦、来，今天任务结束一半了，结束了。来，我们来看陈彦老师，那个因为他今天不在嘛，所以就不要介绍了。哎，我帮陈彦讲几句话了、哦、他进来我的团队以后表现很不错了啊，去加一下他的 line 好不好？好了，GP 520，小鼠 GP 520，好，我们来看一下小鼠 GP 520哦。我们来看下个单元，股市甜甜圈，焦点股帮你圈。呀，玉华老师，玉华老师，你是不是支持中华民国？你有个华字，你不要让我华一交、欸，这要问我妈才知道。问你妈，因为这名字她取不是我取的。哎，对哦，你妈支持中华民国。我回去帮你问。好好好，可是也来不及。好，来回去来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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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可以改变，我可以改变、那個、选票，永远不迟。好，弃柯保侯，哎、欸，记得我好好做台积，而且我们是赵子龙，好七进七出。那个 IC 设计，你哪有七次？你不是才一进不出吗？只进不出啊！那个，我觉得不要这样说。
年纪到了，虽然大一点，还是赵子龙，老赵，你不要太夸张了。我知道你的身体状况，我不值七进，就是我老丹一壮。我医生了，我医生呢？医生什么医生啊？来来来，看一下。啊，老师，这个真的实在太好笑了。这个 IC 设计老师，好，所以你要支持医生，所以你要怎么样？你帮美琴拉票是不是？欸、美琴、欸、不是，我是在叫医生啊，你不要误会了，三个都是医生，对不对？是在叫医生，一个医生啊，对啊，投一票，投一票啊，投医生一票，还是投裕华一票，投中华民国一票，来。CE 市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 CE 市场有一些亮点哦、喔。然后其实最主要的亮点就是 AI， 为什么？其实我有时候看最近看一下这个展览啊，其实刚开始我会觉得真的是 AI， 像一些 AI PC 一些新产品，华硕啊、宏基啊、微星推出很多的新产品，可是看到最后我以为变成车展，因为全部好像各大科技公司啊相关的。我知道，我插个话，为什么？因为看到很多修哥了嘛，对不对？没有，是真的是车展，哦、真的车展哈、哦，那个是顺便的啊，顺、哦、便的bonus。对，然后所以说你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发现，其实好像接下来的应用啊，基本上就是往 AI 相关这方面去应用。那只是 AI 结合，就是像刚刚陈彦老师说的边缘运算结合，到底是结合 PC？ 陈彦有来，今天有来哦。刚是陈彦还是柯先生啊、哦？我都忘记了，好烦。好，来，好了，反正就是 AI 结合 PC，AI 结合手机 ，AI 结合像那个汽车的部分、嗯，全部都跟 AI 相关的结合。嗯，好，那我们现在简单来看一下、喔、本届的 CES 的展览啊、喔，即将进入尾声哦、喔。那此次的主轴能围绕在 AI 的产业哦、喔，那特别啊是 AI 结合汽车等的应用，也有多家车厂发表相关的概念车。喔、其实除了应用之外，很多相关的一些车子也推了出来。那包含的部分包括 AMD、NVIDIA、德仪啊等大厂都特别推出车用产品的那个相关的新产品啊及合作的计划。那显示啊 AI 与车用啊即将结合未来的一大的商机哦。好、嗯哦，所以这部分的商机大家要值得留意，就是等于说 AI 不管是跟哪方面的结合 ，PC 啊、手机啊，甚至原本的伺服器，大家都不要忘了它。好、哦，这是接下来未来的发展。那基本上 AI 我也是认为说选化原则上也是会受惠的族群、嗯、因为基本上这是一个长线的大趋势、哦、不可能有任何人去遗落它的、嗯哦、所以相关的族群大家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好来老师我们来看一 下我们来看一下、哦、车壳只是辅助、哦、AI 才是本左手只是辅助灌篮高手讲的这句话有吗？右手才要真正的出力对抓头了抓头、哦、右手才真出力你看我今天会出力哎、欸，哲哲给我的送我的手套，我也不戴了。哎，是不是？老赵，你的两只手应该很少派上用场了吧？是不是？不需要，啊、不需要。对，谢谢。哎、哦，哎，好，车壳只是辅助啊，因为接下来的汽车可能跟我们现在的汽车想象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啊。嗯、啊，因为现在很多各大车厂都推 AI 相关去结合汽车的部分一些相关的最新的车款了、啊。那包含什么叫做 AI 才是本体？什么意思？以前升级是说车壳有些外形蛮漂亮的，对，然后内装蛮漂亮的。你现在说 AI 是主体是什么意思？简直说是说所有的相关的功能，像自驾车原则上就是结合 AI 嘛。对，你如果自驾车的系统要好，包含它侦测前面有没有人，然后安全性的等等，那其实就是要靠 AI 相关的去做辅助。是，所以接下来的各大车厂的发展重点就是往这个地方。哦，就是说不是往车壳，不是往外形，而是往科技化。如果我升级 update 是告诉你我多科技化，就是多科技化，然后可以辅助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可以生活更方便，开车起来更安全。嗯，好、哦，甚至可能在车上发呆，车子自己都会走，安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来看这个车子哦，这个我们特别早的哈、哦。Alpha Bow， Alpha Bow 应该是这样念吧？嗯，哦，这个是不是？然后本田的这个 Space Hub， 哦，这个感觉有点像那个 USB 前面有没有 USB 槽？哦、其实这也蛮是 Hub 吗？其实看这个照片，我说真的不会想买，其实长得不是很好看的，长得很好看哈、哦。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话还是要，我觉得外形还是要顾。外形顾好之后，加上里面的硬体设施、一些相关的功能，要能真的辅助到我们。这是像我老师真的不太会开车，如果能辅助我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哇，那这个东西我应该是会非常想要下手。好，谢谢老师哈，来，那我们来看更了解一下软体定义车的定义哦、喔。哦，那今年 CES 的亮点就是软体定义车哦，它是指汽车大部分的操作都能透过软体管理，并创造全新车载体验和功能哦。好、哦，那以往车厂进出的规格啊，发包给 Tier One 供应提供零组件，但现今啊，已慢慢改为车厂主导供应商，开始自行设计软硬体的系统，无法再像过往有零组件的通用性。好、哦，简单来说，我们下面看一个简单的表格，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传统汽车跟软体定义车的差异哦。好、哦，那主要运作核心，以前传统汽车就是硬体嘛，就是引擎啊，我引擎要多好啊，车架等等的。好，那软体定义车的关键就是我说是在软体里面，在系统那一部分，好、嗯、看能不能辅助到我们的驾驶上的安全，甚至让我们的坐车的体感更舒服那些等等的体验。嗯，好，那差异性在车体模组的地方，传统汽车大约200，那软体定义车比较小，大约30。简单来说，就是传统汽车因为里面很多零组件，
可是它那个模组有200多个，要把它结合起来一台大大的汽车。可是软体定义车的话，它很多的东西一体成型，所以它的车体模组的部分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好，那差异现在流行一体成型哦，以前手机也是这样的，哇，自从苹果的手机出现以后，才会有那一体成型的概念哦。所以以前你记得电池可以换。现在电池不能换的、嗯，对，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哦、应该说不容易换的哈，应该这样讲。以前可以自己装换，然后换电池，换电池就可以了。对啊，但这是未来的趋势哦。嗯，好、哦，这是未来的趋势、嗯。那包含 ECU 的数量，传统汽车大概10到30个，那软体的定义车在100到150。那什么是 ECU 啊？它 ECU 电子控制器就是用来控制汽车电气系统啊、电子系统等等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主要就是辅助接下来开车上的安全，好让甚至让你的开车的体验啊、音乐啊、那等等啊，甚至空气啊，完全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往软体定义车这方面的角度去做开发。那这也是接下来核心的重点哦。那硬体的成本就是传统汽车较高，那软体定义车较低。啊，是你真的跟虽然你不太开车，可是你蛮了解车子的哈、哦。因为我是老赵，我觉得这年轻人不错啊、嗯。等我选上以后，我们联合政府哈、哦。交通部找他来当部长、啊、OK 吗？好不好？找他来当部长，我看他对车子好不好很有很了解的、欸。Okay, 其实我兴奋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不太会开车，哦、所以没关系。我们通常在交通部长的对交通都不太懂。以后可你了解科技，我们的部长都是这样，没有问题。科技部长来，科技部长来当一下，好不好？我们科技部对科技也是不懂，好不好？欸、都可以，好不好？好，没问题。老赵、哦、跟他沟通一下，沟通一下。我到底要答应谁？医生老师就是当那个财政部部长。好不好？哎，帮我们解一下。不行，他对钱这么厉害，不行，当财政部长。哎，我们每一个部长都要对他的东西不熟了。哦，不熟的。我们希望是这样。好好好。那怎么？你到底是在帮柯文哲拉票，还是在帮柯文哲拜票？对啊。这组阁的逻辑怪怪的。对啊。好。嗯。来来。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快速来看一下哈。好，各大厂都在推车用晶片哦、喔。好，这是我刚刚说，其实各大厂除了相关的一些 AIPC 的晶片之外，其实车用的部分、啊、包含。NVIDIA 它其实推出的这个系列哦，透过逼真的高解析度啊，模拟带入用于自驾车训练虚拟环境，以提高其自驾车的准确性。嗯，哦，简单来说，它的 NVIDIA Driver 系列这个晶片就专门就是在 for 车用的这一块。对，好，那接下来 AMD Ryzen 啊，嵌入式 V2000A 的系列啊，也是主要瞄准新一代汽车的座位数舱啊，那涵盖啊资讯娱乐控制啊、数位仪表点、乘客显示器及自动驾驶等运算。哦，就是我说刚刚说的就是这一块。哦，就是我们那个行车上的体验。哦、AMD 也是往这一块。那英特尔啊 SOC 的晶片啊，就是结合 AIPC 啊英特尔资料中心的技术的优势，在多个座位系统上同时上的运行。哦，其实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那几大科技厂啊，除了像伺服器的晶片啊、笔电的 PC 的晶片啊，现在连车用这一块他们也不缺席啦，也不缺席，包含辉达、AMD、英特尔都是一样。好，老师，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女那个美琴，美琴啊，你要讲什么、啊嗯？你也要招揽这个年轻人、啊？英文讲一下。好 ，After CES, old AI or new AI, which one will be rise？ 哦，不错哦，妙北吧？我居然听得懂啊，他是说。CES 展以后好了，不要闹。CES 展后那个新的 AI， 旧 AI 新 AI， 旧 AI 意思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子？嗯，他说就是说，他说 CES 展旧人不去，新的不来了。旧的 Eason 跟新的改朝换代了，要哪一个比较好？蓝绿通通下降，什么都没听到 Eason 跟玉皇没有，你的翻译有问题。我翻译有不翻译啊？你怎么的意思就是这样？侮辱我们中华民国？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CES 展之后要改朝换代了。你怎么可以侮辱蓝绿下架，让白的来做啊？什么蓝什么下架？台湾才有未来了。对啊。对啊，来，你是胡白讲啊，我就白的，你就投给我就是白的，就变成我去集中选票，我去路边摊不要白头了，胡灰白不要白头、啊嗯，都是这样吃白面了、啊。来，他说新、啊，他说、那個、我以前是医生呐、啊，你像你这样乱讲的，我报告就丢过去了。我跟你讲，你以前有人一辈子都是医生呐、啊，张医生医生呐、啊哦，医生这个也是医生是吧？英文就是醫生、啊、这个年轻人不错啦，也是医生、啊。你要不要来当我的行政院院长？哎、啊，我有问题，我有问题，你问你，你是为了模仿抓头还是真的痒？哦、其实我确实蛮为了模仿柯文哲，他十天没有洗头、哦啊、这不容易啦、啊、而且这都看不到、啊啊、台湾的道路你都看不到、啊、中华苹果一定赢我要告诉各位、啊、台湾的道路真的看不到够了觉得真的太好笑了这一集来、啊、所以说新 AI 老 AI 哪一个会不会涨新 AI 老 AI 会一起涨基本上我觉得两个都会涨两个一起涨好那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好那我们看看一下这些股票，先看这外资都买卖超哦，哦哇，投信都买很多嘛，对不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直接看那个线图，好，好来，有、嗯、推荐两档股票给大家，第一档就是6531的爱普、哦。嗯哦、那它主要是记忆体 IC 设计的公司、啊、那它产品非常的广泛啊，哦、不止消费性电子产品，就包含笔电啊、
这一块它有非常的琢磨，然后汽车电子产品也有相关的布局，嗯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哦，十二月份的营收4.66亿，月增50.6%，年增68.6%，其实它的十二月营收成长幅度非常惊人。然后去年 EPS 估9块，今年挑战12块钱，其实它整个很明显的产业成长趋势是向上的。那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来我们放一下现行哦，它今天创新高稍微有点拉回，其实我跟他建议不用害怕、哦、如果不想去，假设有点害怕去追高，那你就是像类似这种股票，帮我切十日线，你会发现哦。这一波上涨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它就是沿着十日线这样缓步的做上攻，所以类似这种长多隔绝股票，就是回十日线就是一个绝佳的进场点。拉长一点看看你就知道了，真的很漂亮，是不是？对，等一下，就它就沿着十日线这样上攻。啊，是选前还是表态？是不是选后更会表态？我有机会，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所以要跟大家讲，所以你蛮看好 Apple 的未来，蛮看好 Apple 未来的走势。好，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来，第一个是爱普，那第二个就是3035智元，然后他今天怎样？柯P，你又先讲什么？爱普是不是？对你爱普文，这形象怪怪的。这是我的团队的，你的重点是抓头还是那个抓龙？因为一定要抓头，你是抓头还是抓龙？手好不好？你抓、哦、右手抓头，对，由左手抓龙。我后来也发现，确实可以抓头跟抓龙。老赵，你的手应该要休息一下了。抓龙，嘿。好不好 ？OK， 我们两个组联合政府是蛮适合的，是不是啊、哦欸？你看，可是你今天选前不到24小时了、欸，你还是没有表态。你联合政府到底有没有摒除美琴？有没有摒除民进党？你表态、欸，你到底像跟柯文哲？老赵，你不分区的，你还找陈昭之来？交通部长、行政院长，是我都已经大辣辣的指定了。是现在的年轻人带领我们，你是哪一位啊？嗯，我是 Coco 啦，我也是年轻人。哦，是，我跟你讲，你为了职位，你为了职位的上位不择手段。你来当我的秘书。哦，没问题，好不好？嗯、哦，我原来那个秘书，我叫他滚蛋。嗯，给我买这个裤子，每次都穿到肚脐这边来。对啊，嘿，很太不舒服了。嗯，因为买一个眼镜还没有镜片的。好、嗯，来，所以要问什么问题？不是，我觉得，好，我来没有问题。我们先讲一下3035的智元，抓龙，好，爱普啦，爱普完，啊，智元呢？好，智元啊，我们看一下啊，近期啊进入车用市场啊，那近期啊传出啊接获大陆的自驾车的晶片的设计的订单哦、喔。对。那今年来说的话，挑战啊，去年 EPS 估值大概7块钱，今年接着挑战12块哦、喔，成长幅度也是非常惊人，大概成长60%到70%哦、喔。那在目前来说是在 ASIC 跟 IP 族群中本益比较低的，约35倍左右哦、喔，因为股王目前是在这个族群。好，那股王啊，其实3661四星 KY 可以看一下，近期股价跟智元一样都创历史新高。那它以它今年的获利预估来说，大概 EPS 可以赚60块，本益比现在大概60倍。那另外一档343的创意啊，以今年获利预估，本益比目前大概是40倍左右。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时间点，既然股王都已经在这个族群，很明显表态说，这个族群就是资金喜欢在的地方，而且是整个族群的趋势，大家是市场上喜欢的。哦、所以反而觉得本益比目前相对较低的3035的智元哦，哦那个选后啊，大家还是可以留意它未来的走势哦。好，哦智元的部分。那选前到底想支持谁？这个不方便说，谢谢各位。好、哦，谢谢，好，没问题，好。谢谢，谢谢赵先生，很有礼貌、哦、很有礼貌的年轻人，就是赵子龙，是，嗯，来七进七出，我跟你讲，七进七出，你是没看过我十几进十几出，是不是？柯P，你小心一点啊，小老鼠 RI 写句948，好不好？好，这个加我们 LINE 好不好？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好精彩，哎、欸，今天表演很棒的话，哪里在我们的大闷锅这样子啊？是不是？哎、欸，股市大闷锅，我们在股市大闷锅，我们节目我要想不完的创意，想不完的股票，创意一神老师之前也介绍不错哦，对，你看我们节目多有创意啊，记得吗？按赞啊，好不好？记得按赞。订阅频道，要开启小铃铛，因为看不到这样子这么幽默的财经节目啦，不止这些原因啊 ，CPI， 你看我们那时候去年就一直讲了，好多人都不相信，结果现在很多财经的 YouTube 或财经的节目都有人在讲 CPI 了，我们就讲很多一些未来还有选购的概念股，所以觉得我们节目很精彩的话，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觉得我们节目精彩的话，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还有我们今天表演的不代表政治立场哦，不是哦，不代表政治立场哦，这个没有代表什么，你们不要博君一笑，不要生气哦，好不好？所以怎样，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上线，135解盘一片，24教学一片，这样子挂，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 呜，大吉大利多，好不好？哦，这个很重要。重要啊！财神爷我都亲自降临了，是不是？